天下了，对呀。哎，快点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今天是多亏你啊，要不然我这花生让于玉伦这损失可太大了，就。啊，老爷子，您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怎么不见阿说，使他们来地里啊？老爷子，我前几日听到个故事，给您讲讲解解闷。好啊。